我们现在录的这个视频是这个肥皂泡，跟肥皂泡在音频下面的，我这里下面给它加一个音频，大家看看这个音频对它的影响。这是增加，这边是减小。好，破了。然后我把这个减小。实际上，你可以发现一些共振现象。这个是440赫兹，472赫兹。我们看一下那个神奇的频率，440赫兹，445。哇塞！